你他奶奶能不能别玩理性，你给我去补位。哪个理性对线被干碎了，人家第一件掏个反甲出来恶心你我啊，别发了行不行，1700局。二楼能补位吗？别玩理性哥，别玩，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有一天，刚从巅峰2500分掉下来，破解了需要打上去，于是看到队友拿理性变成这怪，感觉不稳，再三请求队友换个英雄，最后看到他拿出了公孙离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杨玉环这把玩什么？黄哥，啊，中单元哥，行，锁了。我这把会西施，我跟你说，我西施吊死你，真的。你他。哇操，发育路理性，我真的是玩你这把输了，我一个手机支架砸死你兄弟，真的虚晃一枪，我靠，我以为他玩射手。这是一局2300分联盟赛，天安方猜到对没有法术伤害，并且天安这局元哥走中对线的还是国服昭君，可以说是非常难打。尤其刚开始李信说好走发育路，结果去了对抗路，不仅惨遭木兰的暴打，还有夹子的针对。手集合，哎，我还不如在中路清线呢。看到双边都在坐牢，天安想要尽快打开局面。四级这波王昭君刚露头，天安上去就是一套连招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兄弟，我不打你了，真的。虽说王昭君不能轻易招惹，但是夹子哥该杀还得杀。Nice， 那可露露，我的英雄。昭君家夹子哥真的国服王昭君，我就知道他这个出装我都能感觉得到。来到七级，李信在下路被抓，天安赶到草丛控制木兰，一套连招瞬间秒掉，回头又看到关羽企图推倒王昭君。 Nice 粉碎。哎呦，粉碎无畏的抵抗，兄弟们，天地无心，日月重光，日月重光，日月重光，发起进攻。大哥，天地无心，日月重光，我就是太阳。装什么？告诉我，有什么可装的？ Shut down, 我跟这打野的经济贼高，我跟你说，这把就李信经济很低，听关羽经济低了，这两边路。哥们，你这一刀，说实话，请求集合，最少省一啊。哇，天地无心，日月重光。哇，这一刀你自己看，省一对吧，我说的人家省一，人家有水平的。就在天安看了关羽和李信的几波下盘操作后，自己也被同化，随即开手甲。哦，他把我傀儡秒了，难怪这么猛。哇，你这关羽，我省一啊，我靠。完了，这波了仔直接撞上来。我们这个阵容是真的感觉打不过马可，说句实话，兄弟们有点难打，真的，只能我去上马可了。太阳，太阳能不能？太阳告诉我，如果不能守护自己的家园，你成为这太阳神又有什么用呢？太阳，你怎么了？我相信这波太阳已经尽力了，这马可太无感，一打二不行，打不过了。这个王昭君还有闪现的，兰陵王是隐形的，他怎么办？发现青鸟是他最后的倔强。其实他们能把我们的塔点掉的，他不敢。
就因为对面没点掉水晶给了一丝机会，于是天安主动开麦指挥，接下来就进入了他的节奏，直接去他们大龙，直接去大龙，去大龙，去大龙，打一波，打一波，没了就没了。追击敌方，蓝灵王。龙，集合。心态放好，兄弟们，能赢，有机会。把游戏不要那么轻易认输，兄弟们，游戏而已。把这龙打了，我再带一波上龙，杀不掉。这龙能秒了就把它秒了，憋死就行。把这龙秒了，把这龙。走吧，走走走，直接走。慢了，慢了，慢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打他打他，别冲别冲，打他，如果能打就能。nice nice nice， 去死！中路一波，中路一波，来来来来来，那个露露。现在其实就一波团的事情，没什么关系，打赢了咱们就赢了，打输了也没有关系，不要着急，知道吗？新这英雄防守能力很强的，他们这个阵容只要把马可杀了，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能抓他吗？开始撤退。把钱瞄我。露露，你别急，露露你别急，你看我位置，你跟我一起上吧，我做个破晓，我做个破晓。这波去龙坑打，这波去龙坑打。方宇把机炮已经交了。我不能轻易加入傀儡。要了，留住他！追追追追追！哎，关羽。能活着吗？能追死他吗？关羽，来跟我一起动龙。关羽，关羽，关羽，这龙必须要动，这龙必须要动，我们没有这龙已经玩不了了，来，得来人，你们得来帮我，听得到吗？怎么回事？还动这龙啊？没事的。我脚要掉了，撑不住了，快！请求不要这复活奖了，我不要这层复活奖了，我必须要把这凤龙给你们夺下。我单开龙的兄弟，我是一个射手级别的英雄了。这波天安拿到风暴龙王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点优势，结果却在上路清。Thank you.